双手朝天，快把你双手举起来，让全世界看见，双手朝天，快把你双手举起来。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，不是很长，大概72个小节吧，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。好，来了，听着。置换人，我的名字，相信好多人没听过。其实爱看唱片封面文字的朋友也许认识，可是到此关于我的知识，是 rapper 还是介质，我都是。这是我的故事，当初 M16 还给他，我每晚去酒吧，人家花钱我赚经验，弹吉他交学费，帮我妈和我爸，小时候不理他，长大了埋怨他，也不能责怪他，给了我个家，在外无家可归很可怕。98年3首歌写给张学友，目前为止有7首，希望将来还会有机会为他量身做一首。一讯让我自作有突破，还在红馆合唱过，不错，有贵人帮助真是幸福，但可遇不可求，所以我得靠着双手，这张口不能够再罢休，借口也太旧，时间不倒流，优秀的成就得自己追求。 The Invisible Many 成立10年的努力终于有成绩，好多问题数不清，人事关系最复杂搞不定，好辛苦5年前新加坡国立大学考经济，拿个文凭，爸妈都开心，我却把脏纸放在柜子里，大家说做音乐没出息，我却把储蓄投资买机器，我得到肯定，得奖得名得利，得到一帮好兄弟，做生意为了证明自己也有真实力，别以为做艺术的好欺负，都是人得生存，都有账得付，市场变成这种地步，责任大家都得负，做产品赚钱也得讲究技术，共鸣也该有程度。我的老外朋友认为华人是个会赚钱的民族，5000年的艺术技术历史，干嘛还要等好莱坞，等 Rush Hour 开幕，李小龙中心磁层龙大哥开路，其他人何时醒目，发现全世界投靠画族。现实实在残酷，我也遇过不少事故，坏人的谣言挡不住，逆水行舟实在辛苦，但记仇更辛苦，太懒记不住，记住能有我爸妈和弟弟奶奶朋友和未来媳妇，当初新加坡的香港怀疑值不值得，会不会努力在做音乐却被你误会职业饶舌，对不对，无论如何我会把握机会，大家耳朵做好准备，体会这不是钱柜，双手朝天跟我一起 say 双手朝天，快把你双手举起来，让世界看见，双手朝天，这是我们的时代，双手朝天，快把你双手举起来，让世界看见，双手告诉你，你不能放弃，这是我们上位的时机，前辈铺的路我不会辜负，希望你也同意，希望你还在听，还在听。多謝你看我 video 喎 ，Hanson 新歌是不是好正呢？記不記得我整過呢個 video 呢？整完呢個 video 之後，
竟然同 Hanson 联络上，跟住佢仲要好人到拍自己即系唱佢而家呢首新歌，跟住同我一起去做呢个 video 喎，劲！如果你系 Hanson 嘅 fans， 千祈唔好唔记得 subscribe 佢嘅 channel 啊！你快啲 subscribe 啦！我个 channel 咧就喺呢度啦，拜拜。